顾老板，您早。您早。走吧。好。顾老板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顾老板，再见。再见。顾老板，您看。爸。哎。我有点事儿，你等我一会儿好吗？那好。顾小姐，是你啊。谭老板，我也没想到是你。东西呢？好，在。何贵，走。把包拿来。走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东西来，到那边去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？怎么办？你跟我从正门走。你设法从偏门溜出去，把东西放在门外的白色轿车里，快！好，大小姐，这边的。何贵，站住！干什么的？你叫谁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我叫他。他是这里的高级职员，为我送行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把箱子交出来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是奉命行事，请多关照。
报告校长。军校生活结束了，你们有什么打算呢？报告校长，我已报名去抗战前线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北伐时的英雄，于雅婷处长。你好。于处长。怎么，你们俩是同窗好友？都是高材生。啊、哦、调到我这儿的工作愿意吗？多谢长官栽培。啊、哦、后方的工作也很重要啊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于处长。哦，我有一个考题，假如有人用枪逼着你反领袖反国民政府，这个人既是共产党又是你的亲人，你会向他开枪吗？你父亲被共党所害，你怎么知道？当时我在现场执行任务，事后我又亲自调查，你父亲目睹了他们在干不法活动，为了灭口杀害了你父亲。我要让你尽快地陈述起来，这次行动失败的后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，皖南事变的真相急于向国人和世界公布，我们的广播电台正是由于缺少这批器材而无法进行正常的播音，中央很着急啊，军委三局命令要重新组织人力和货源，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批器材运到延安，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的差错了。我有一个初步方案想单独谈。成都城主归主，弄江者必死于刀下。父亲是这样死的吗？
那是为什么？报上说的全是谣言。我不管报纸上怎么说，我问的是你。父亲是和你一起出去的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他完全可以不去，是吧？太自私了，父亲对你总是言听计从，而你却利用了他为你做事。别以为我远在军校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做什么事我不管，但是你不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用父亲的生命去做交换。是你害死了他，是吧？说话。不，不是。那到底是谁？为什么？你说呀！我就是说了，你也不信。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。你以为我会相信报纸上说的？你以为随便编个故事就能骗过我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说，我永远不会饶了你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是你们军统稽查处的人开的枪，是你们的人杀死了父亲。这不可能，你撒谎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，我不强迫你，但有一点你必须记住，父亲的血绝不会白流。我会查出他是谁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别走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和你好好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固执？为什么非要说是我杀死了爸爸？你心里清楚。我不清楚。小倩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难道我的心里就好受吗？他难道就不是我的爸爸？咱们姐妹就永远这样相处下去吗？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以后会向你解释清楚的。给，华侨抗战慰劳团已经到了，带来了一箱器材，这批器材是广播发射机上的重要元件，你今晚去接货，找一个叫常启如的，一定要小心的。取到货以后明晚送老四川。感谢你的讲话。
场虚惊了，大家放心。吓死人了！来吧，来吧。继续玩吧，太晚了。从现在起，要严密监视老四川酒楼的各个出入口，但不许打草惊蛇。此次行动不能再有失误了。希望大家用心工作，尽职尽力。我于某拜托大家了。为党国效劳，走我派。顾玉倩，你等一下。今晚的行动，你回避一下，我放你假，你可以走了。为什么？就这样吧。有什么事吗？他们怀疑你姐姐，今晚要到老四川酒楼。这么说，我姐姐真是共产党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我走了。等等，小倩，是你，有什么事吗？进屋说吧。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。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。我没有权利干涉你的选择，但请你别忘了，父亲的尸骨未寒，而你却如此活跃。小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清楚。我问你，你要到哪儿去？不敢说了吧？我劝你今晚上哪儿也不要去，为了你，也为了我。难道父亲的死还不够吗？作为妹妹，我不愿看着你这样走下去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今天晚上我确实是去谈一桩买卖，相信我好吗？那好，我只奉劝你今晚上不要去老四川酒楼。大小姐，请喝水。就放这儿。好。哪位？找车把师，借车拉货。把箱子放下。别动，小心爆炸。大开，
的枪。留下箱子。差错，说明我们内部一定有问题。我想利用回陕西老家安置父亲灵位的名义，乘飞机把器材运到西安。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，再说现在时间根本不允许我们考虑个人安危，请组织上相信我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要利用他来配合你了。没有什么特殊任务，到了西安以后到八班去找安昌杰同志，他会告诉你怎么去做啊。耐心等待。去了，我想我还是应该去。这个还没有融洽。报告，方局长，重庆来电，器材已经起运。好，正等着用呢，立即电告西安八办，组织人力配合运送。是。快下车。十分对不起，我们刚接到举报，有坏人在飞机上携带了违禁物品，政府命令我们紧急检查，请诸位打开行李配合我们。处座。等等，你们可以先走了。是是。顾老板，一路辛苦了，有件事要麻烦你，请随我来。等等，有什么话在这儿说吧。
走，哎，下去。你先找个地方住下，回头来接我。好。还是先交给我吧。打开。兵器上搜查过没有？都搜遍了。郭老板，真不愧是做大买卖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失礼了。带走。请。常启如先生吗？啊，是啊。好，这是您的箱子。哦，有人委托我交给您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好，不客气啊。顾一枝同志关在哪里？军统工作站。东西呢？下落不明。那你知不知道重庆来人的去向？约好是下午3点见面，可他人不在。你立即想办法同顾一枝同志联系，越快越好。好。假如他害死了你父亲，而你现在又想害死他，恶恶相报，对你，对顾家祖先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撞山的还是拉货的？拉货的。是顾一枝同志。啊，是的，快请坐。好。哦，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你，现在急等运货。货在哪儿？这里说话方便吗？啊，这里有自己人，不要紧。现在时间紧迫，延安急等运货。西京饭店常启如，你有笔吗？见我的笔记，他才给货。重庆来人已和顾玉芝接头。我马上去布置应急方案。嗯，好，请随我来。好。怎么没有东西？把箱子拿过来。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？把东西放下，你出去，我们自己。把
箱子放到桌子上。往后退。先生，既然到了我的地盘，就得留下买路钱。晚上到西北大旅社赎箱子。马上释放顾玉芝。啊？为什么？上峰的命令。顾小姐，你可以走了，我们不送了。姐姐，嗯，上车吧。姐姐，我想找你谈谈，我们之间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。你往哪儿开？你要送我去哪儿？去机场，回重庆。大把的灵位还没送到皇陵，我怎么能回去？你别再骗我了，我什么都清楚。听我的安排，对你对我都有好处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重庆我不能回去，把车停下。你必须回重庆。我已经说了，我不能回去。你快停车，停车，你给我停车。做妹妹的，第一次求你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因为别人想想。知道谁提议在机场扣你的吗？是我，知道吗？你在往一条死路上走，我不愿我们姐妹互相残杀，你懂吗？看来我不能强迫你改变信仰，但我由衷的希望你能够用自己的大脑好好观察一下现实。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。哼，你要完成的所谓任务是在迫害抗战，破坏团结。顾玉倩，你应该用心去想。姐姐，顾玉芝，你站住。顾玉芝，顾玉芝，我一定会证明你错了。来，今晚十一点到西北大旅社206号房间提货。嗯，你是谁？我怎么找你？不要多问，见面就知道了。你的代号，我怎么找你？是那间，就必须除掉。顾玉芝同志来了。哦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东西呢？马上起运。好。当务之急是除掉那间，保证运送计划的顺利进行。人现在在哪儿？西北大旅社。嗯。站住！
干什么的？住店。打开看看。对不起。先生，您要住店？请登记。谢谢。这是钥匙。等等，您的箱子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还有15分钟。顾一谦去了没有？去了。开车。我走错门了。你没走错。把手举起来，快。很有意思。我现在以军统重庆特别行动小组少校副组长的名义，劝你还是弃暗投明。那谭老板和小鱼都是你出卖的？哼，你很聪明。在这儿，到了，快下车，赶快后门，别下车，这动作快。先生，没发现什么。我要把一个活生生的顾老板带回重庆去，不过是一个被打断了双腿的顾老板。要让你那些朋友都去机场欢迎你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天才。你不会明白的。上楼。
出动，抓活的。嗯，想活命的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快出来！听见没有？快出来！子龙，把枪扔出来！子龙，你一直在跟着我。我看跟着你并不是坏事情，因为这是我的职责。现在运送计划遇到困难，急需你的配合。安排我什么时候走？明天一早，沿途已做了布置。嗯，好。咱们两个中间必须有一个回避，否则将会出现你我都不希望的结果。回避的应该是你。如果你还认我做妹妹，如果我所做的一切还能激起你一点良知的话，请放弃你的行动。不对，你已经受了伤，完全有理由回重庆去。我不会走，而你必须离开。小倩，我也求你一回，相信我，我既没有害死爸爸，也不会害你。你可以为你的信仰效忠，可你不能让我放弃我的理想。更何况，我认为你的信仰带有极大的盲从性。好了，我不想再和你争辩。小倩，我知道你和我一样自信好强，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我不奢望咱们姊妹能够在一起，我不奢望你能和我并肩而战，我只希望你能够站在我的后面。哼，仗势自己，影响别人，这我也会，半途而废绝不是我的个性。我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，只有任事情发展。有缘分的话，你我继续做姐妹。小倩，小倩，可以走了吗？可以。嗯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恐怕你的主意不仅是这个吧？可以这样想，但我想尽一份孝心，不为过吧？当然不为过。
下车！怎么了？全都给我下车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这里有交通局签发的通行证和行员公署的护照，为什么挡车？我们只管执行命令。弟兄们，上！不许动！大庭广众之下抢八办的运输车，你们不怕回去当替罪羊吗？就是的，太不讲道理了！啊，给我搜！还远着呢，一直抱着箱子不累吗？还是放在座位上吧。难道这里面还装着其他什么？至于那么紧张？这你应该知道。王先生，二小姐是叫我吗？你和我姐姐总是形影不离。我是仆人，只不过尽职罢了。哼，说得好，既然尽职，就应该尽好，不能眼睁睁地让顾老板出差错，更不能看着他走错路。我们不是去黄陵吗？这条路没错。小车也不让过，少废话，拿着去。去黄陵。大哥，大哥，上车了。来了，来了。啊，小车，哎，真棒。上车吧。嗯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搭车呗。哎，你。车上有人，这绝对不行。有人？我瞧瞧。啊，抽烟？不会。哎，这就更应该让我上车了。有我这个军人押车，他们俩就可以安全的睡觉了。啊？这不行。怎么？不行，那就别走了，让两位小姐下来陪弟兄们玩两天怎么样？哎，好，陪我们玩玩两天吧。你嚷什么？不就多一个人吗？让他上来。嗯，上车吧。还是两位小姐开明，我就喜欢这样的。弟兄们，打开！哎，好嘞，打开，打开！快，放行，走吧，走走走，回家吧。哥，回家。哦，走了，回家了，走了，回家。哎，保重啊！哎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这箱子真不错，值不少钱吧？你是哪个部队的？听口气，这位小姐是同行。你又是哪个部队的？还是坐小车舒服。三位是去黄陵吗？
黄陵可是个好地方，树多人少，死人多活人少，死后要是能埋在那儿，倒是个好去处。看样子你们不是本地人吧？路不大熟吧？子农，出了什么毛病？得修多长时间？马上就好了。到了吧？到了。谢谢两位小姐。不瞒你们说，这儿有我一个相好，好长时间没见，今儿去瞧瞧他，让你们见笑了。两位小姐，走好。快到黄陵了。该把箱子交给我了吧，大小姐。这就是你改变的主意。鉴于你我的关系，只有这样解决比较好。该下车了。顾老板，请下车吧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例行检查。他可以不下车，不过得把箱子交出来。设计的真不错，是你上司的主意还是你的主意？少啰嗦，把箱子交出来。真可笑。妈的，我就不信。全都给我下车，把车拆成零件给我搜。我不会唱，真的，我这嗓子不行不行。哎，你们这是唱来着。来，下面民歌唱一个吧。好，我唱一个，你们可不许笑啊。热热闹都说他两个好，图这个虚名没拉过手手，叫一声妹妹你莫害羞，咱两个到北娃娃里亲口口。开慢一点。哎，把车停下。哎，老乡，你们车让开，让我们过去吧。先让我们过去吧，好吧？老乡，过去嘛。啊，你们往路边靠一靠，让我们先过去。Thank you.
速坐。到底成功了，把背包打开。你看，他害苦了我了。处座，把他完好无损的送回重庆，不是更好吗？好，若愚，你去安排一下，让晚报发条消息。八班运输车在赴延安的途中遭土匪袭击，全体队员阵亡。当地驻军协同警方进山剿匪。谁呀？大小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现在很难说。能取得今天的战绩，全靠了在座各位同仁的鼎力相助。我于某深表谢意，回去以后必负责向上方申报嘉奖，每人都有份。来来，干杯，干杯，来来来，干杯，干，谢谢。好好值班。吃的给你们留着呢。是，长官。来来来，吃菜吃菜。好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巡视了一圈。我们还要连夜赶回去呢。今晚不走了。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啊，我谢谢你们俩。来，干。干了。这边坐着。大小姐，怎么样？快上。好。许多人都以为我今晚会星夜兼程，包括我的对手，但我以不变应万变。这包东西今晚就由你们俩保管了。是。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别动，二小姐，请上车去。把背包放下。你真不该再来。把包放下。为他牺牲了多少人，也包括我们的父亲。我一再忍让，因为你是我的亲妹妹。我不相信你，现在还说什么姐妹？开枪吧！
围住他们，围住他们，快点跑！大家千万别动，围住他们，快抓住！小姐，东西怎么样了？嗯，你放心吧。停车，快停车！你看，你再往西开。很长时间没见你这么高兴。怎么，你不高兴？你不认为现在高兴还为时过早？
把枪放下，你休想拿走东西，除非你打死我。看来咱们无缘做姐妹。你先开枪，我们也许我们会在阴间团圆。走。子农，你疯了？我很清醒。你想干什么？二位小姐不必再伤和气了，真对不起。现在一切应该让你们知道。起来。广播器材对我来说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得手，但是我的主要任务是除掉共党在我们军统中的卧底人员。重庆来的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共党分子，现在一切都应该结束了。另外告诉你二小姐，令尊是我杀死的。你小姐，看在顾家对我不薄的面子上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脱离共党，效忠党国。你这个畜生！好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义了。姐，姐。